ID 很好记啊。在变群里面，他 ID 很好记啊。正想问大家在一起，马上入境。想都想不到。哎，我也想不到。我这边有狗狗，来我这边看。两个偶像包袱很重的人在那边戴帽子，然后有一个人因为偶像包袱更重，他不开直播。对，他想要维持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给大家。你粉丝在那个嘞？他们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他们在交朋友。卡比跟笋子交配，卡笋欢大家合体了，有没有看到卡笋欢是这样？哎，你让欢欢跑走了。哎，还舔他屁股。哎，对，我们要看看谁的最高清。最后面，不要叫人家。看他们舔屁股好不好？我就放狗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们看狗就可以了。目前谁最高清？一定是我。没有，你不要带到我，我会糊掉。我超清楚的。我们好像给观众一种很特殊的直播体验。对，就是我在讲什么，然后你讲什么，我们要同时播放。不知道该听什么，而且分三个 part 这样子。不知道该听什麼。要三个同时播放，才可以知道我们到底当时在聊什么。这是一个新鲜的方式。哎，对，我发现我们。提供大家一个很新鲜的直播体验，对，没有人这样播过。该不会你们有人有三只手机，刚好去看三个吧？开始了这么无聊的竞赛，谢谢王叔，开始了这么无聊的竞赛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你没有来吗？因为我们没有约你。因为他没有狗狗啊，因为没有狗啊，除非你先进养吧，先哎先这样可以。世博宇他在远方打着他的电动，对，他今天有偶包，他不想理解。世博宇说他今天有偶包，他维持一个最最完美的形象给大家。然后我们今天见识到世博宇的另外一面，就是世博宇的双眼皮跟平常认识的他不太一样。哦、对，你要不要表演一下？真的是，你要表演一下吗？激战中，他在激战中。他在打电动。其实今天会开这直播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冷气，大家都快昏倒了。哦，超热的。想说记录一下。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家没有冷气，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去哪里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吃完饭去哪里？哦，去燕泽家啊。为什么大家都要来我家？对，大家现在……哎、欸，我发现我不用讲话，听你们就好了。我就不讲话，你们主持吧。那你开直播干嘛？欸、我看的是我的脸啊，干嘛干嘛？哎、欸，现在梦莲的直播人数好高哦，那一千多哎，好扯哦。对，大家快过来我这里，我的最高清。舞台一六六让我播什么？不要播了。对，蜜姐说我们的直播很妙。蜜姐不来我这了。对。梦莲的手机很卡。有人这边有人，神经病。来哦。博宇，不要再宰了，好不好？来我这边哦，你看现在梦莲就是觉得他现在直播人数领先，他就觉得很拽，很拽，他就放着。梦莲的已经一千多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觉得他很过分吗？他就觉得放着，然后我们俩帮他主持，这样就好。对啊，不是，是因为欢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刚刚好像不是说直播一下就好？对啊，对啊，对。大家觉得直播多久呢？应该差不多了吧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就是我们这样。师傅，你知道，你就算不开直播，还是会有人可能会录到你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录到师傅语，就是不小心，就手一抬，哎呀，啊不小心就拍到了。哎呦，我现在激战中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是不是在激战中？哪里糊了？哪里糊了？很清楚啊，你的应该蛮糊的吧？你蛮糊的吧？上面还有。为什么你可以到一千多？为什么坏？因为我还是你那个，其实前面的表就是从一千开始跳。其实这边塞一个一啦。你从一千跳是不是？其实这边塞一个一，应该是挡住的。所以之后大家都知道要找谁一起直播，人会比较多。是啊是。好，这边师傅一开就是三千这样。对啊。是不是？等下你们都关了，换我先开。啊，心机好重，心机好重，心机好重哦。大家，我要曝光你现在干嘛？我要看你现在干嘛？对。我现在来看我直播室。我看他播了吗？上面有，西南西波。还是说就看直播一打电话？啊，我快！要切镜头的。哎，三你切镜头了没有？没有镜头。他们说我一拍到梦林就高糊了。两个下落，右边。真的啊？再一次。很清楚啊，我今天超清楚。糊了，清楚啊，糊了，是不是很清楚？
没有，那就试试看。我拍到梦里会不会高频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超清楚。这样，大家应该很傻眼，今天是怎么这么无聊的直播？今天就是一个说白。你之前在干嘛？要播也不播好一点的主题，这样没有，然后而且完全没有主题，就是开着，就是一直聊，听我们聊天。我们刚刚去吃饭，然后那个少宇就喂卡比吃，对，我喂他吃的披萨牛肉面，披萨，然后刚刚卡比吃吐，然后水牛神鸡翅，好不好？我刚刚还喂他吃了顿饭，喂他吃啊，没有，不要天乱讲啊，他刚刚他是爱国人士，他刚完全都没有喂他吃，给你翻一下，学长，爱国人士很多，刚刚燕泽对欢欢比中指。他没有啊，我看到每一条狗都没有。欸、你刚刚不是插花吗？啊，不知道啊，那不是你插的吗？没有了，我看一下那个花，那花可以拍吗？随便，其实也可以不用拍啊，我就觉得，反正刚插花了。好啦，其实就这样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今天就要告诉大家，夏天还是要多多少开冷气哦。冷气修了记得赶快快点借。因为我的冷气已经修了快两个月，然后我这两个月都在吹电扇，拯救北极熊。我觉得我已经做了蛮多工作。卡比在吹电扇哦。拯救北极熊吧，拯救北极熊，好不好？拯救地球，我怎么不跟你玩？哎，你有新名字，你叫杨兆尧。谁？你啊，杨兆尧。没有，蛮好听的这名字。没有，蛮好听的。好了，就这样咯，好了，拜拜。啊，不然拍到是BoYu。